假果汁、毒面霜、强国货、超化学啊！山西呢位王女士成身无啦啦肿晒，医生话佢有肾病综合症啊！我这明显的感觉身上就全身肿，那手和脚也是在不断的胀的，这完了这个肚子也是肿的那么大，就是那这个腿特沉。医生验出佢每毫升血有36纳克水银，尿液水银含量仲多，超标十几倍，系水银中毒啊！后嚟发现系佢用嘅美白护肤品有问题，认住佢啦，古韵强力祛斑消印霜，水银含量超标40000倍。王小姐仲用埋另一款容贵妃美白祛斑晚霜，仲衰啲，水银超标60000倍，杂乜货真系恐怖啊！你看像不像鲜榨的？像，鲜榨果汁。哦，对，加一滴就够。化学嘢嘢饮都有噶，呢位化学老师示范用添加剂沟果汁，什么味道？出面卖嘅好可能就系呢啲啦，柠檬黄、胭脂红、阿斯巴甜果啲嘢啫嘛，真系用生果整咁好死咩？